软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哎呦，那可太好了，软妈听，软妈妈呀，今天该红花，该蓝花，该紫花，该黄花，花花花。什么？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举办那个巴黎中国戏曲节了，到现在呢已经办了7届，2年1届，现在正在筹备明年的第8届，主要就是向法国人宣传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去年我们提前2个月票就差不多卖光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法国人买票来看戏，像他们有几个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戏曲的，看了中国戏曲节以后呢，他们就想学戏。评戏呢是所有的地方剧种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唱念都是说普通话的，对他们学习汉语有帮助，让外国人学起来唱起来呢也比较容易。是王上的儿子王曲清，王尊清，王尊清，王上的儿子王尊清，王尊清，指那个方向。你也看，听说那个特别好。你不是这么看，你是？对对对对对，来，你先。哦，你呀，练的，快练上，喘一口气。我还是得。还真得标着点儿。姑娘啊，那我们那也干。什么？我没记得，没记忆。那个什么？我没记得半斤嘴巴。啊。叫声得罪，叫声得罪。我们是多功能青吗？好像是。On est un groupe très hétérogène. En fait, moi, je sais un peu parler chinois, je sais un peu chanter, mais il y a d'autres personnes qui ne savent pas du tout parler chinois. Donc, ça n'a pas du tout été facile pour les professeurs. Ils ont dû s'adapter à chacun de nous individuellement. 大约是老姑来姑娘可姑娘可不大约是老姑来姑娘可不能等不能等不能等大约是老姑来姑娘可不能等直出汗。我们翻译 phrase par phrase。phrase par phrase。一句来吧。一句的，好。咱们先来过门，倍儿大意。快了。Monsieur Vaughan, il a l'initiative de cela, hein, puisque son père a écrit cette pièce. Il est toujours avec nous à essayer de nous encourager, et il est formidable.吴刚老师呢是我们的引线人。吴刚老师的父亲呢是吴祖光，母亲呢是辛永祥，这两位大师啊是在我们中国是有最深最深的影响的人物。一个祖光先生是剧作家，辛永祥老师是我们中国评剧的顶天儿，所以吴刚先生肯定他对评剧也多有爱的感情，所以他就愿意搞点这个，我们也愿意奉献这个，所以就不谋而合。法国是艺术之都，每天晚上有100-200场演出，大大小小的，啊，他们都到外头去看戏。我在法国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法国人的欣赏能力特别强，或者说是他包容性特别强，只要是好，斯朗汤姆他就很感动，
人总是想他的妈妈嘛。圣诞节不是他们都得去看看老人去吗？啊，再忙他也得全家聚会一下，跟我们春节差不多。中国的戏、法国的戏、美国的戏或者当代的一些戏剧，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法国人能够看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点不容易。听说你房钱房子很好，我看看。放下，给我转这，你挣着我的线呢。乔啊。